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吧？我现在刚刚起床，还带着保时器。都2022年了，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月我就要离开了。我真的是，早晨连续2天，我戴着耳塞，其实这个耳塞还挺好用的。我戴着耳塞，但是因为它现在应该是在钻地，就是那个咚咚咚咚咚，能感觉到震动的那种，就在我们家楼下的一家商品房。其实之前装修了不久，然后现在又开始装修了，估计开不下去了。啊，我的天哪，真的是人睡不好就会特别的烦躁，但是我这2天一直都没有睡好，就因为楼下那个装修。天哪，现在脸好肿。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我真的觉得我被这个装修折磨得有点狂躁。这是之前买的不离之士。我看到有人问我这个应该怎么样保存会比较好，其实没有一个什么样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它特别容易上霉变质，所以第一就是。如果你打开了要赶紧吃，第二就是尽量的切得快一点，然后每一次切完都用这种密闭的保鲜膜保存，相对来说我觉得3、4天没有问题。我昨天吃的就是这个，一旦你切开了它，你就要赶紧的吃，就问题不大。一般我就这样重新放回去保存。希望我回国后，装修的神可以离我的新家远一点。这2天真的好烦躁啊，因为睡不好这件事情。依旧是我的最爱。
Hello，大家，我现在来了，九一站附近的这个烘焙教室，就是我之前来做费南雪的那一个。刚刚在家里面实在是太吵了，吵到我觉得今天下午需要带笔记本出来办公，回去再看吧。如果说家里面实在太吵，我可能会想办法。在家附近的咖啡厅，或者是离家稍微远一点，绘画站附近的咖啡厅，学习一下。我真的觉得我是装修体质，真的，这个大家看我视频看那么长时间，应该有体会。我身边大大小小的装修就没有停过，真的是没有停过。之前有朋友私信我，问我就是关于这个。烘焙课的价格什么的，上一个视频我也跟大家简单的提到过，具体的价格好像是不能跟大家公开的说的，因为这些商家在要求你询问价格的时候，都要求你发的是秘密私信，就是不能公开的询价。我只能跟大家说，我现在直到明年3月，大概报了7、8个单项的课程，其中最贵的一个是82万，82万韩币的话，大概是，将近5000块钱左右，将近5000块钱人民币左右。因为我报的这个都是，怎么说，一些比较有名的烘焙店，他们开的课程，所以说。这个食谱也是提供的，你就相当于在他们那儿买了一个专利的样子，所以说有一些科目的价格会比较贵，便宜的话也有，400、500块钱一节课的都有，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说你去烘焙学院学的话，像我之前第一节课做那个草莓塔，那个价格是，240块钱，也不是特别贵，所以。根据你上课的内容啊，还是，我的天呐，好冷，还是有一点差别的。Anyway，我现在已经走到了那个烘焙教室了，外面实在是太冷。虽然说我戴着这个手套，但是我感觉我的这个手指头已经要冻僵了。那我们一会儿见。大家，我现在在等车，然后准备去520附近吃个饭。不是我不想拿出相机跟大家拍，是因为实在是太冷了。其实今天最低才零下13度，不算特别冷来着。虽然说我是徐州人吧，但我觉得徐州的温度好像没有这么低啊，就现在这个时候，现在是1月初嘛。哎，是我的错觉吗？反正感觉今年特别冷，我顶上穿了加厚的保暖内衣，底下穿了秋裤，加厚的，穿了厚的牛仔裤，还是很冷，好冷啊！今天中午打算来吃这家汉堡店，评分还挺高的。我刚才在门口犹豫了好长时间，在哪儿来着？结果发现一抬头在这儿呢，尝一下。先盛了一点，没有盛很多。他们家评分特别高，在 Never 上。我尝一下。超级脆，其实就是有点厚度的薯片，比咱们平时外面买的那种市售薯片来说，有一点厚度而已。哇，这个汉堡看起来真的太赞了，各位！我的天哪，这个炸鸡真的绝绝子，各位！哇，看起来好棒！我本来以为那个套餐里面可能就那个薯片来着，结果发现它还上了一个薯条。哇西给的，大家看这个炸鸡，
我估计我也是很久没有直接去店里面吃炸薯条了。我上一次吃快餐应该还是吃麦当劳，而且那次点麦当劳薯条特别的潮，送来的时候已经软了。我要来下口了。这里面超级多汁，然后炸鸡是有点辣辣的那种，哇，大家看这个烟气。主要这个炸鸡真的炸得太好了，特别的湿润。最近我又看到几个朋友私信问我怎么找这些美食店，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 Naver 上面找。 Naver 是韩国的一个搜索引擎，国内的话我看大家用大众点评啊或者小红书比较多。 Naver 在韩国的地位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国内的百度吧，大家都用百度这个搜索引擎嘛。但是 Naver 上面比如说你想在首尔林附近吃饭，你就搜首尔林马吉，马吉在韩语里面就是美食店的意思，然后一般根据推荐顺序和评分来找饭店就可以。一般评分在4.5以上的店我觉得基本都可以闭眼进，满分是5分，这也是我跟身边的朋友们都验证过的，他们也觉得 Naver 上面分到4.5以上的店都还不错。如果有4.8、4.9那样的店，但那样店真的很少。如果是4.8、4.9的店，那基本就是一定要去了。这薯条好好吃。韩国有没有像小红书一样的 APP 啊？有没有朋友知道的？我觉得在韩国大家有点类似于小红书的功能去使用的软件应该是 Instagram， 但是 Instagram 上面广告比较多，所以说一般我就在 Naver 上面找。 Naver 的话也有广告，就是你一般搜某一个地方的美食店出来的一开始的前几个都是广告，但是它的广告一定会有一个广告的标识在上面，如果你觉得比较在意的话可以不看那几个广告，直接看下面的。所以我觉得找美食店的话用 Naver 会更靠谱一点。哈喽大家，我现在吃完饭然后来首尔林这边，有几个挺有名的面包店，之前我也来过好几次了。哎，好像走错地方了，不是吧？是的，我好像真走错了。好吧，再往回走一点，有一家店的碱水节特别好吃，然后还有一家店他们家的牛角，就是我之前视频有吃过的牛角特别好吃。啊，不行了，我拿不住相机了，天哪，外面实在是太冷了。一个是这家店叫圣水烘焙 Studio， 平行过去马路对面那边有一家店，他们家卖的比较快，所以我们今天先去这家。这家是牛角面包特别有名的，因为一次只能进3对，所以说现在还要在外面等。我的手露出来的这一块已经没有知觉了。 OK， 可以进去了。哦，你好，谢谢。他们家就是各种各样的牛角还有起酥面包，上次我来的时候只剩下牛角了。哇，太赞了。我喜欢的那个又卖完了。감사합니다，안녕히계세요。哇，他们家人特别任性，做完东西卖完就算，也不重新做。哎呦我的天哪，他们家的那个伯爵茶牛角超级好吃，但是今天我来的可能有点晚，已经没有了。我们再回到马路对面这一家。你好，谢谢。大家看风格应该就能知道，是那种比较硬硬的面包，但是都超级好吃。他们这儿的厨师有一个外国小哥，长得很帅，但是呢，我就不好意思拍人家了。其实他们家的可颂也超级好吃的，但是呢，因为对面那家是专门做可颂的，所以一般可颂我在对面买。他们家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
碱水节，这个太好吃了，而且是那种放两三天也很好吃的碱水节。最后还是买了三个碱水面包。既然来都来了，我又来了这边这家咖啡厅。这个我之前跟朋友来过，他们家的咖啡超级好喝，最有名的是他们家的盐面包，我准备打包两个带走。反正来首尔林这边这一趟不容易，估计短期内也不会再来了。还剩四个，拿走两个。Hello 大家，我现在找了一家咖啡厅，稍微坐一会儿，整理一下，然后准备回去。因为我今天还没有喝咖啡，所以说虽然是下午了，点了一个低咖啡因的。有一些事要跟我的设计师交流，在外面实在是拿不住手机，所以说不得已进了咖啡厅。我刚刚最后去那家面包店，虽然也卖咖啡，而且他们家的咖啡真的超级好喝，但是呢人太多了。其实我觉得现在韩国的咖啡厅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专门卖咖啡，咖啡卖得特别好，一种是呢以做各种各样好看的甜点而有名，但是咖啡的味道比较一般。但是我刚刚最后去那家店，他们家真的是咖啡又好喝，甜点的种类又多又好吃，所以他们家就算是平日里面人也超级超级多。所以刚刚去那里面位置已经全部满了，两层的位置都满了。我就出来找了一家专门卖咖啡的店，他们家是没有甜点的。哎，我的天哪，最近真的是忙得焦头烂额。我们家已经开工了，国内的家已经开工了，然后最近在砸墙，希望年前能砸完墙，然后新建的地方建好，最后可能的话把水电也搞上，这个是我们的理想状态，但是不知道最后能进行到哪一步。那天真的是买了一大堆碳水，各种面包。看一下这个断面，哎呀妈呀，好像不是看得很清楚。它一共有四层：饼皮、柠檬芝士蛋糕、伯爵茶的奶油芝士奶油，最顶上这个是橙子味的奶油，超级赞。现在这边有一点点
融化，是我刚那个刀烧的有点热。잘먹겠습니다。底下塔皮是脆的。嗯，顶上的这个奶油啊，是一种橙子酒和淡奶油加白糖打发的，但是这样吃起来真的没有什么酒味，因为那个酒刚刚打开的时候，老师让我闻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冲，然后老师说等你打搅打完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冲的味道了。真的耶，它的这个饼皮用的是类似于蛋挞的饼皮，韩国有不少蛋挞都是这种稍微厚一点的脆脆的那种饼皮，中间这层伯爵茶的奶油真的绝了，没想到伯爵茶跟柠檬这么搭。老师说中间这个柠檬蛋糕的配料你可以直接拿出来做烤的柠檬蛋糕，也很好吃。这盘的卖相非常奇怪，但是我觉得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吃过类似的东西吧，就是小时候妈妈会把家里面冰箱剩的所有的蔬菜切一切，然后炒一盘，你可以叫它蔬菜乱炒的东西。反正我妈经常这么做的。然后这边还有一盘这个奥尔良鸡翅，上面有一点稍微烤糊的地方，把它给揪掉就可以。空气炸锅烤有时候没法及时确定里面的状态，就会有一点点烤焦。因为这两天吃的有点积食，所以说我就没有吃米饭，稍微放了一点青阳辣椒，有点辣，不过还挺好吃的。一般要吃上咖啡克，这个是早上切的柠檬塔，分享给同学们。我一个人也吃不完，上课啦，嘿。
Just because you're sorry doesn't mean you love me. I wish you could understand that. Just because you're sorry doesn't mean you love me. Why should I take you back? Just because you're sorry doesn't mean you love me. I wish you could understand that. Wish you could understand. Just because you're sorry. Just because.You said all the words that you could have said.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ones you meant. Should I take a chance or will I regret? 这个银面包顶上被我稍微烤糊了一点点，不过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点吃起来应该也没事儿。里面是布里芝士和鸡蛋，加上个思密达。嗯，主要他们家这个面包是真的很好吃，外面这一层表皮烤一下特别的酥，然后里面是那种很有嚼劲，面筋很厚实那种面包。Hello， 大家，现在是下午2点钟左右。其实本来中午我打算出去吃个饭的，然后正当我准备出门的时候，我有一个学妹，她已经回国了，参加了今年的秋招，然后她打电话咨询了我一些关于韩国文化产业方面的事情，然后问完了之后呢，我就顺便的跟她聊聊秋招的情况。然后没有想到一聊就聊了2个多小时。今天中午打算来吃一下这个森林楼底他们家的沙拉。哎呦，店里面人有点多，打包了一个蔬菜卷打算回去吃，又是一个卷。其实我现在并不是特别的饿，但是已经2点多了，所以说我得把饭给吃了。是这样的，里面有蔬菜，还有这个里面好像还有坚果、核桃之类的。嗯，这个地方是雪碧。